王彤，现在由教会的弟兄姐妹，还有王彤的家人们，我们会24小时轮流陪伴他，陪伴他度过最艰难的时间。恳请大家与我们一起为爱成与王彤的家人祷告，求神保守安慰他们的心。各位朋友平安。昨天教会的家人及关心爱成的亲朋好友还有粉丝们，我们都度过了无比沉痛艰难的一天，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的震惊与不舍。爱成与彤彤一起参与教会的很多的服事，他们非常热心的在神的国度中，而且上个月7月7日，他们刚刚录制完成神国大乐所创造的12首歌曲，我们教会将会陆续的发表，来继承纪念爱成为社会的贡献与付出。坚信他在天上这一切都是他所乐见的。王彤，现在由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王彤的家人们，我们会24小时轮流陪伴他，陪伴他度过最艰难的时间。恳请大家与我们一起为爱成与王彤的家人祷告，求神保守安慰他们的心。教会会尊重爱成父母，要尽快的办完此事，为爱成举办一个非常美好荣耀的追思告别会。谢谢，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个他深爱的孩子。哈利路亚，家教会全体主后2022年8月18日。何竟成了枯槁遍野的荒场，明明本是山林，虽求好家园，何以变成空谷阴霾满山岗。换他背掉那一四处为家固定所，当我父母不离家门，不停失去望，是怎样的因果，是怎样的恩怨，徒儿我杀尽如此不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